得到了。我想有一下也没办法。查获了相关一个大麻工厂的一个相关的物品，以及他所种植的大麻有60株左右。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左边的这个地方。那嫌犯他是利用一个方格子，他利用方格子然后来培育幼苗。那幼苗培育之后，他会在各位看到我前方这个部分，他在利用那个高压的钠灯以及负金属灯的部分来培育他的成苗。一个舞台灯光的设计师，那个的一个设计师，他利用他的专业性哦，所以我们在现场查获的时候，他相关的灯光的布置，一个大麻一个培植的一个灯光所需的一些设备都还蛮齐全的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9点，让爱飞扬。